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鹅啊煎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鹅啊煎。对，要不我帮你切？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好，我特别可以。就切这么大对吧？嗯。要再小一点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，这样才吃得到那个口感啊！加快速度啊，跟不上溜了。可以下青菜，对，对，青菜不用太多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好像我会这道菜一样。可以翻了，可以翻吗？对，我来喽。我觉得会翻车哎，你可以慢点，慢点就是可以，哎，就你知道吗？就翻过来了。好，那你翻吧。